老公在深圳打工三年未回过，深夜妻子在家无聊之至，拿起手机向老公发了一封家书。一封家书给我夫，门前荒地已干枯，三天之内不回来，租给别人种蘑菇。其老公接到老婆的微信，即时回复：一封家书给我妻，门前田地不能批，三天之内必返归，连夜灌水，连夜犁。老婆收到信息后，马上就回复：我们分居已三年，犁头是否像以前？若你犁头不够尖，回来依旧是荒田。老公接到信息，马上回复：虽然分居已三年，深圳这边也有田，我的犁头胜以前，犁到枯田自出泉。老婆接到信息，马上回复：三年时间你不归，原来外面有田犁，别人田地虽然好，岂能荒废自家田。老公复信道：一定听从老婆言，明日归家耕自田，撸起袖子加油干，誓死护卫自家田。哈哈，太有才了，这么牛逼你不转给朋友吗？乙播精选视频群社区，微信搜一搜乙播，关注乙播后免费进群，每天看视频。